这些奇珍异宝，人类的创作是多么美好，这一切让人骄傲，为什么都得到？我已拥有了无价的珍宝，为何心中还会有困扰？你见过怀表吗？我有二十个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。我想了解人类的世界，我要解答心中无数谜团，什么是火，是你火焰为何点燃？我的心愿，我的未来，想要踏上那神秘彼岸，逃离海底，我要走进